哈罗大家好，我走路痛了。你这个人这么爱看没有灵魂的晒猫被骗频道，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个诱拐猫咪上传开房间的桌游剧作，它的名字叫做《猫岛奇缘》。这是一款一到四人在自己船上塞满猫猫的节目标抢分数比高分的游戏。游戏概念是这样的：从前邪恶的瓦许黑手海盗团五天后准备攻击这座鬼岛，然而岛上却有一群姿势充满魔性的彩色巨猫困在这座鬼岛上等待救援，而玩家们扮演着义不容辞的奴才，开着船带着满满的鱼要去诱惑猫咪进入篮子，将猫咪拐上船之后还要将猫咪塞满甲板上的每个房间，塞得越满越刚好。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强迫症游戏，它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别人的猫都是一体，而你家的猫比较像是杯牛顿流体，要硬不硬，该软不软，永远不懂你要的形状，像极了猎奇。这首 pose 这首 pose 那老样子，我随便讲一下游戏玩法。首先，游戏总共有五个回合，每回合一开始你有20条鱼，这些鱼就是你的货币，那你可以拿鱼去诱捕猫。把猫救起来之后就要小心翼翼把猫咪塞在船上，当然最重要的是猫咪分成红黄蓝紫绿五色战队，通常越多同色的猫连在一起分数越高，当然如果其他玩家比较心理变态就会跟你抢同一色的猫咪，例如超立方就是这么变态。当然你也可以拿鱼去买卡片，大概分一些道具卡、功能卡跟任务卡，例如买鞋子可以让你可以行动比其他玩家快。五个回合后就会有一个黑暗反派上你，全导游保护流猫并结算总分，分数最高的玩家就赢了哦。所以适合本游戏的玩家大概如下：一、适合处女座的玩家玩。处女座的你如果强迫症发作，喜欢追求把空隙塞满的完美感与整齐感，那猫岛上面有满满的缝让你轻松就。二、适合变态玩。如果你最近交了女朋友，满脑子都是天能，喜欢得罪电影公司，喜欢又硬又久的桌游，这款游戏非常适合你。Stop it。三、适合猫玩。我最讨厌一直蹭猫咪的人气，恶意卖萌的可耻又吐薄了，所以我现场就直接用游戏的不猫盒盖马上活捉了一只现行犯，就地正法。如果你家有养猫，请记得本游戏的盒盖才是游戏的本体，还不买爆盒盖。好啦，总体来说，猫岛是一款经典的土反放置游戏，让你轻松罹患强迫症与选择困难症。游戏配件分量非常扎实，我光抱着就肩膀脱臼，非常适合坐下来好好玩。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成功的桌游背后都有一身充满狂飙地辣的男人，也就是经营专业约会旅行频道的旅行立方，他与迷生戏梦合作代理，这次在啧啧募资，将从原本的一到四人游戏变成欢乐六人。扩充的中文版还包含募资解锁包加购的木质收纳盒，有够高拐，光是打开来再收回去就可以当做一个大型立体积木，够你玩一整天。那最后因为有人的订阅是我的七倍，所以我要说些本作的背的话，乍看比较客观，本作的游戏过程有点屁死，大概像这样。建议台湾募资中文版可以出一款失速奇缘感染猫岛作为扩充，应该会有更火爆一点的体验。哇呜，总之又变态又有猫又适合处女座，快来一起跟猫猫做瑜伽吧，赞赞。那别忘了随便留言哦哦哦啊啊啊，嘿嘿嘿，加分享就可以抽三个猫岛奇缘限定帆布袋哦。而且人家现在破百万，我就问你敢不敢让人家破千趴解锁封套，那赞赞。